由于本轮疫情呢来势凶猛，而我市是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看病难、就医难的突出问题。由于没有考虑周全，没有提供充足的好的医疗保障服务，没有能够处理好疫情防控和群众看病就医需求的矛盾，在此我们深感愧疚，向全市人民致歉。我们与其他保障部门将本着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原则，对这段时间群众反映的就医看病难题进行梳理，查找症结，梳理堵点，厉行厉干，要求全市医疗机构优化就医流程，不能以任何借口将患者一句了之。